优良市集暨乐活民摊活动24号在台南举行。今年总共有63个传统市场、7处绿色市集、4处创意市集等通过认证，其中台南被评选为5都内获得4星级市集最多的区域，累计有33处优良市集，以及137处摊商获选为乐活民摊。洗手台给人底下洗，洗一用一挂洗手乳啦，面子来哦，人穿。每一人都免讲哦，人迄布人毛巾擦了再擦，擦了再擦。鱼贩业者介绍，自家摊位除了干净整洁，还设置洗手台，提供给民众洗手。较早的较无遐整洁，即卖吼，伊规划了袂歹啦。土家都弄足清气。我觉得这个市场很干净，因为店家都致力于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。传统市集是每个家庭日常采买的重要供应场所。经济部中部办公室特别举办优良市集暨乐活民摊认证成果，共有63个传统市场、251个摊位、7处绿色市集、4处创意市集通过认证。获得认证的摊位平均营业额较2012年提升了7.06%，其中台南被评选为5都内获得4星级市集最多的区域。市里的努力啦，投入了1亿5千万，那也将整个市场的厕所啦、摊台啦等个，把它亮丽的打造。所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没有错位、没有鱼腥味、没有厕所味的一个市场，那甚至呢，让市场只有人情味了。随着市府计划推动，也让前来消费的民众感受清洁干净的市场环境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博顺，台湾台南采访报道。